她其实是在西门町人称是铃铛阿婆的一个老太太，因为她总是出现在街头艺人旁边，沉醉忘我的，就自己也跳起舞来了，有时候甚至把一些目光都吸走了，所以也成为了街头艺人眼中还蛮头痛的人。上面有一个婆婆，她跳得好激烈，我好想要加入她哦。但又有点爽。